小五，小五，咱们来玩游戏吧。三哥，什么游戏呀？来玩谐音梗吧，这样我来说，你来猜。好，快开始吧，我肯定能猜出来。你知道什么东西阴气最重吗？啊，三哥不要吓人，是马桶吗？哈哈，不对不对。啊，那我猜不到。是钢琴和油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钢琴住了几个妖，油箱住了几个梦。小五，你这不行啊，加油啊。就这就这，再来。动物园里有一只老虎，你知道它叫什么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难道叫大黄？不对，它叫丹丹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虎是丹丹啊。还有什么？你再来。那煎蛋喜欢上了荷包蛋，它应该唱什么歌？唱什么歌？小情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再来再来。阿苏和阿苏在一起了，吃饭时阿苏向阿苏撒娇，他会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他会说叔叔我喂叔叔喂叔叔。那你知道把鸡和稀饭炒在一起是什么吗？我知道我知道，是超级稀饭泥。我也超喜欢你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还知道哪些谐音梗呢？